当我假装亲直男同事被误会。小三，你吃什么了？嘴怎么这么红啊？对不起啊，经理，我没忍住啊。没忍住啊？你不会是拉裤子了吧？不是，就是单纯的没忍住而已。What？张乃斯，不是你有病吗？我可是纯爷们。不是你，真恶心，别碰我。经理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别碰我！不是，我不碰，不碰，我下次克制点嘛。下次？你还要下次你？不是，经理，你要这样说，人家真的好伤心呀！你哇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不是，经理。不对呀、你小子信我一口，让你占便宜了呀？你让我信我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经理，你别动，你干嘛？经理，你别追了，经理。别动！那个男人真不堪。不是你听我解释，你这没事啊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。不是你可能就是莱斯啊，男人一定要负责任。我看好你们哦。My neck, my back, my neck, my